样？一开就卡。对啊，一开就卡。不知道为什么。Hello， 羚羊。Hello， 小薰。谢谢带我去流浪，谢谢小薰的带我去流浪。Hello， 哲宇，谢谢洛克的天使之恋。晚安 ，Jesse 九九。Hello Frank， 晚安。晚安，小翔。晚安。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怎么了？消失了。Hello， 以娟 ，Hello， 明丽 ，Hello， 勇哥，我头发今天特别的塌，在一个很塌的状态。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我怎么觉得今天的镜头很糊啊？擦一擦。谢谢小薰的捕梦网。怎么觉得今天镜头很糊？我今天头发很塌哎，好烦哦！我应该镜头要下来一点，不要让你们看到我很塌的头顶。Hello， 思豪，我今天头发真的烫直，对啊，我去烫直了。我头发真的很塌。可是我烫直只有烫上面，就是下面没有烫，因为这边发质太糟了，所以之后要把它剪掉。但他说如果你这边下面再烫的话，头发就会掉光，所以下面等它留长之后把它剪掉。Geek 晚安，但上面是很顺的，可是很塌，所以我今天要视角比较低，不要让你们看到我的头顶。Hello 小鱼 ，Hello 益生菌，对啊，下面想剪掉，我下面会剪掉，可以啊，可以烫一半，就看你那个药水要上到多少，刘海很稀疏，因为刘海也烫直了，然后刘海就变得比较贴一点，没有，等我洗头之后就会好了，对啊 ，Hello 晴天 ，Hello 一帆。谢谢勇哥分享直播，晚安朱里恩。对啊，没工作，好烦。今天直播结果我头发长，唯一的工作是直播，结果我头发那么塌。Hello 玉安 ，Hello 寻找，已在购物车，在购物车都还不算啊，要把它带回家才算。谢谢 L 的玫瑰，谢谢玉安 ，Hello 数据门口中的柑橘。谢谢贺颖，谢谢贺颖。明天生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益生菌，谢谢 Kilo 的玫瑰。Hello Chris， 谢谢玉安的玫瑰。Hello Happy 的 ，Hello Tomo， 已经下单了，赞赞。Hello 子俊，你还在牛排店？你也太久了吧！你也太久了吧！我到哪了呢？我看一下，我到一间很赞的餐厅耶，我现在到那个一家法式餐厅。谢谢朱莉安送我天使不给力，可是我蛮给力的啊，我这个天使蛮给力。红影今天才刚开始，谢谢勇哥买孙显真 ，Jesse 舅舅考这个35关，我现在在玩第453关。这个时报也买了，赞哦玉安，谢谢 Gek 的 Kiss 啾啾。 Hello 奶叔 ，Hello 微尘，你这几天不舒服，哎，多休息一点比较好，还是要多休息。谢谢朱莉安的告白气球，谢谢朱莉安的告白气球。Hello 洛克，牛排300关，你很哇，那你很厉害。我只是我一直觉得牛排是好久以前的事情哦，但是最近有一个。这几天有一个活动很好玩啊，很好玩，就是你只要玩30关就可以有100颗钻石。谢谢少爷的玫瑰 ，Hello Jeffrey， 谢谢少爷的玫瑰。你们一定要玩到那个100关才有那个钻石。对啊，我现在在一间叫做
一间餐厅，他卖的东西超酷哦，他卖生牛肉跟油封鸭，还有那个马卡龙跟那个牛角面包，超赞的，超赞的一间法式餐厅，我个人蛮喜欢的。对，大家都在追我的进度，我个人喜欢，很喜欢这间餐厅，因为他卖马卡龙，马卡龙太可爱了。Hello 北圆圆 ，Hello Iron， 三十五是在玩什么餐厅啊？三十五，谢谢克里斯送我黄色短册 ，Hello 微雨，谢谢高逼七月守护徽章。奇怪，三十五关是什么？已经忘记了。三十五关在干嘛？不行，我刘海好塌哦啊！无眼看，没办法看自己。最近玩的游戏是什么？是疯狂餐车。三十五是电影院，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嘞。你正在 boosting 酒吧，我酒吧酒吧算是什么？我现在是。从来就不属于恶魔。七月。知道你。我现在是在大餐厅，大旅馆。对，头发烫好。对啊，怎么塌？头发已经烫了，超级塌的。我现在在那个叫什么？我现在在布置我的旅馆，旅馆 hotel。等一下，你们还没到那里吗？其实我觉得这间旅馆的风格有点难选。何时该前进？就是我的旅馆风格真的有点难选，它有点跳痛，然后但是超赞哦，这边我超喜欢的，给大家看，有按摩浴缸。有看到吗？还有一个跑步机，按摩浴缸跟跑步机。Hello Jessie 九九，七月升血太香了，赶快买起来。Hello 西西 ，Hello 阿春，对，300关很强，300关是真的蛮强的。对啊，很高级吧？还有很多很可爱的东西，有一个按摩浴缸，我很满意。对，但我觉得风格有点难选。我最期待的是我要改造这个游泳池，我很期待改造它的那一天。但是我在想说，这个游泳池要建好，应该要很多步骤，就是要很多钥匙，感觉要很多钥匙。对，现在是卡在，现在还在布置那个楼顶，楼顶要设置，欸，你知道吗？楼顶要设置一个游乐场，建造一个游乐场就要4个钥匙，欸，超级多，欸，4个钥匙，欸，有些关根本就超级难破关的，有些关你不用那个看广告加一个，或是看广告加10秒，根本过不去。对啊，红宝石有些可以用，有些红宝石很棒，可是有些就不一定。哎，按到哇，可是有些就不一定。没有啊，这个不用氪金啊，这个是玩游戏可以赚红宝石。对，像按摩浴缸就是花红宝石买的。对，按摩浴缸是花红宝石买，跑步机也是花红宝石买。谢谢小翔的一封信，谢谢小翔的行李箱。晚安，李真。不是新游戏啊，上次那个游戏啊。对啊，隔壁这边是我的，这边是复古区，有那个音响跟那个，然后上面是休闲区，对。很多可以选 ，Hello 袁凯 ，Hello 家居，氪金好不好？氪啊！我肯定玩超过30小时，我不知道哎，我不敢看，已经不敢看。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看一下我到底多入迷，你赶快看一下，你赶快加入这个游戏。对，很像在做饭，也不是，它还有很多场景，它有很多间餐厅，只是这次是比较现在在规划的地方是旅馆。对 ，Hello 澳门客 ，Hello 易姐加入了，赞赞哦，一起玩。上一个主题是西部小镇，超级可爱的。上一个主题是西部小镇，你看，好可爱哦。好可爱哦，我好喜欢西部小镇，这边还有个火车，然后西部这个斗牛的机器。对啊，这边超可爱的。其实西部小镇很难选耶，装潢的时候我选超久，因为我觉得亮亮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选了一些不是亮亮的东西。对啊，我喜欢西部小镇的风格。这边还有马，你们刚刚看到吗？对，我有这么多钱，因为我前面破关超多的。我跟你们说，我为什么这么多钱，好不好？因为我前面全部都满的，我前面全部都玩满，就是这边全部，我前面全部都是满关的。我因为我为了拿钻石，所以我前面全部都是满关，后面比较难就没有。对，看广告，有些我有看广告拿两倍金币，有些我有，可是有些我还好，因为我现在很多钱，所以我现在不用看广告拿金币，还好。对，对啊，因为我前面玩超多，我现在有多少钱？个十百千万双，我有14万哎、欸。真的很累，真的很累。网络速度有改善，我不知道哎、欸，给你们来体会一下有没有改善。因为分我一点钱，我可以转账给你啊，如果可以的话。我现在钱太多了，钱太多。因为我跟你们说，钻石很容易，就是你到后面要升级钻石超容易不够。钻石不够的时候，就是你要生出钻石的方法，就是只有去我唯一方法就是去破前面的关，因为那个完满就有50个钻石，很赞。对，完满有50个钻石，很划算。钱太多，如果可以用这个的钱拿去买生写真，我也想去买啊。我也很乐意，好不好？好，其实我每次都会看着我的小镇，然后看了很开心，就是有一种哦，他们很棒的感觉，很想要真的有住在这个小镇里面，你知道吗？对，你为什么钻石还很多？你是不是氪金？你钻石太多了吧？你怎么做到的？不可能，我一直花钻石，你是不是有些没有升级啊 ？Hello， 马三诺布 ，Hello， 洛瑞笑一笑 ，Hello， Eric。我每一个都升级到最高级耶，你知道吗？你是不是没有升级？我每一个几乎都升级升满。对，哎，我刘海真的好塌哦，好想要夹发卷。先这样，夹着发卷。今天看起来有洗头，今天没洗头，上次烫直，而且我今天没画眉毛哎，完了，不行这样子，我今天没画眉毛。啊，没画眉毛，不能夹发卷了。升级比较好过关，对啊，升级比较好过关。我今天没画眉毛哎、欸，我忘记画眉毛了吗？算了，没关系。你没氪金，你没氪金，你怎么会有那么多钻石？我不懂。我的额头呼之欲出，为什么？对啊，哎，没办法，我的离子烫就是太贴了。对，晚安，邦伟。Hello， 昆凌，你每一关都全升级，怎么可能？你钻石问的太多了吧？我不懂为什么你钻石可以那么多哎、欸，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是我做错了什么？我不懂。谢谢盛汉的枫叶，钻石还是很难。我觉得这游戏算大方了，就是它有很多很奇妙的方法可以拿到钻石。对，这游戏算很大方。谢谢 ONG 的玫瑰，你广告有看吧？哦，的确我有时候是懒得看广告。对，你没有钻石。你没有钻石，那看广告啊，一天有6次广告，一天6次广告，然后一次大部分都是十几颗钻石，所以你一天就可以拿60颗。谢谢小轩的爱的小熊。对啊，然后还有你叫他常常推出一些额外的游戏，你就可以玩那些额外游戏，像现在有那个美食扭蛋机，每天可以扭一次。像我今天就很赞，我今天扭蛋机扭到50个钻石、欸，哎，超开心的，今天中大奖。Hello 黄鱼 ，Hello 若一小，对啊，所以其实钻石有很多种拿法，对，钻石有很多种拿法。那、啊、如果你不想看广告的话，你就氪金吧。对，今天也是50，今天该不会大家都是50吧？哦，对，我也很希望每次快过关，就是过不了关的时候，可以用那个看广告，然后可以加一个客人，或是那个加10秒，有时候那个就差超多的。模型可以干嘛？我也还没想搞懂模型可以干嘛。
有人知道模型可以干嘛吗？不过我之前是有在怀疑，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有抽到一个，我不知道模型可以干嘛，收藏，可能是收藏。我之前抽到一个很可爱的三明治模型，对，对啊，我也不知道模型的意义是什么，还现在还没有理解这件事情。广告帮助超多的，可是广告不一定，广告有限制次数，对，不一定每次都可以用。是收藏哦，那可以拿一个真的给我吗？可以变出一个真的给我。Hello， 一帆。啊，反正大家都赶快去玩吧，加入这个行列。你抽到100，难怪你很多，你两次抽到100，我都抽到很少的。你太幸运了吧，都忘记做到哪哦。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先 ready 好，这很重要，你一定要先 ready 好，对，你先准备好再按叉叉，对。Hello 伟霆，没有，我跟你们说，看广告的时候我通常就是让眼睛休息，我都会看，我都没在看广告，我都会望着远方，就是尽量让眼睛休息一下，因为眼睛很密集的话很累，所以你们要适时的让眼睛休息一下。志伟 ，Hello， 我那个游戏是盖房子，不是，我那游戏是经营餐厅，对，不算是盖房子，是经营餐厅。看远方，食物百味跑，哦，对，那个鲑鱼糖按到，对，我懂，鲑鱼的摆法不太好，对，平复紧张心情，可以，我觉得看广告最重要就是要让眼睛休息，真的，但是有些时候。真的会让你找到一些好玩的游戏啊，像我就是看玩旅馆的时候的广告才找到这个游戏，所以这个也不一定啊，有些广告也是蛮好的，有些广告也是好广告。Hello 智，有近视吗？我近视超严重的，我近视超深的，我近视六七百度。Hello 贾鲁特晚安，关静音，对啊，关静音，我几乎都是静音的。你不喜欢意大利面？我觉得意大利面，我后来就很驾轻就熟了，真的。我跟你说，到后面墨西哥你会更讨厌。Hello 软风 ，Hello 杨公公 ，Hello 一姐，谢谢杨公公的玫瑰。你是眼睛是眼远视，那你眼睛要怎么戴啊？等一下，那你要怎么戴眼镜啊？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不是远视就不会近视吗？谢谢杨公公七月守护徽章 ，Hello 孤翼王 ，Hello 应城，什么？是这个？好，你要那个给我？哪个？那辣椒什么？嗯，你还没吃是不是？我还没啊，我现在才。它是辣椒。辣椒，我有汤匙给你。好 ，Hello 大家，等我一下，你们先聊天。给你。加个辣椒，快吃辣椒。对啊，对啊，哎，你吃了吗？你还没吃？我没有，我再等一下。哦，这是辣椒。对。辣吗？不会辣。哦，那加多一点。我要加多一点。好。谢谢。这是 Barber E 进来了，准备要进入披萨关，恭喜。Hello Jessie， 谢谢 Jessie 九九掌声鼓励，是 Barber E， 谢谢 Ray 的爱的烟火，谢谢 Jessie 九九掌声，我要吃牛肉面，我爸爸今天帮我买牛肉面，谢谢奇威的天使不给力，谢谢 Jessie 九九掌声鼓励 ，OK， 疯狂餐厅是错误了，疯狂，疯狂餐厅，谢谢希望之光，这什么酷礼物啊，希望之光。谢谢 Kilo 的希望之光，你下载那个 Crazy Diner。侯颖今天生日，生日快乐，侯颖！谢谢杨公公的掌声鼓励。好，那大家我就吃牛肉面喽。你现在有480了，等一下你钻石太多了吧？你只有8000块，你钻石太多了吧？你钻石太多了吧？你很夸张哎，为什么你钻石可以那么多？可是我已经放进去了。可是没关系啊，没关系。Hello 小旭 ，Hello 阿奇。
哇，好卡，我要怎么吃？用左手吃好。先喝个汤。哇，果然不辣欸，天哪，加那么多也没有辣。你们吃饭了吗？你们应该吃饭了吧？你有冲动想氪金买道具？欸，我也有冲动。我跟你说，我之前也很冲动，但是我后来我后来忍住了。我后来就是还是去玩别的，就是还是去破前面的关，拿免费道，拿那个道具。对，不然我本来一直过不去。对啊，是加辣油牛油。不是要微解封了吗？大家又可以出去那个啊，可是还是不能内用吼，不能出去吃饭。对吼，不知道微解封对我的那个生活有什么差别？谢谢。4点吃过一次，现在不饿。4点吃是什么时间？晚餐啊？YT 又有我吃牛肉面的精华，为什么要剪我吃牛肉面的精华？对，溜冰鞋可以有机会使用，对，也不能内用，还是不能去练球。对，微解封，微直播，Hello 剑骨，嗯，我有一次跟阿伯上吃拉面，然后。阿伯上西面，就因为阿伯上说日本人吃拉面一定要西面，然后阿伯上西面就吸得很厉害，很日本人，我真的深感佩服，我都没办法西面吸成那样子。有时候吸，然后阿伯上说，如果你在日本吃拉面没有西面，其实那个拉面店的老板会生气，会很难过，觉得为什么你不吸？重点就是那个，我每次都吸很多下，有没有？结果就是才前进一点点而已，超级累的。对，没吸表示不好吃。Hello Ice， 你看我明明就吸超多下，然后就超级没有起来。初次见面 ，Hello， 初次见面，谢谢阿顺的掌声鼓励。我根本就在原地不动，不是，是牛肉面。哎，不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其实。辣的东西用熄灭很容易呛到。谢谢瑞的爱的烟火，很容易吸成辣油哎。吃牛肉补身体，对，还会喷到眼睛。这样子吃辣的拉面就不能熄灭嘞，不然会很痛苦哎，会吸到辣油。他们不会呛到，对啊，他们为什么不会呛到？哦，吃面的，哎，讲到这个，我要跟他讲，戴眼镜，谢谢 Neil 的真情告白，等一下我没有口红，好奇怪哦。我最近上次淘宝的时候，我买了一个很酷的东西，就是它叫眼镜的固定器，它就是一个胶片，然后它勾在你的耳朵后面，然后眼镜就不会一直滑下去。超级棒哎，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就是想说，这东西也太好了吧，我一定要买回来试试看。然后因为我眼镜好容易滑下去，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习惯不对，然后压坏眼镜，或是我的鼻梁不够支撑。对对对，超级赞的，会挂不住，我就挂不住，我妹也挂不住。然后我已经把那个分给我妹了，
我妹也用，我就问她说：“你今天眼镜有掉下来吗？”她跟我说：“她今天眼镜没有掉下来。”所以这东西很赞呢。Hello， 修明晚安，这东西很好。晚安，修明，脸太小，应该不是吧？我觉得是鼻梁不够挺。对，我现在真的每天都戴眼镜，所以我才会如此困扰这件事情。不然平常我根本只有回家睡觉的时候会戴眼镜，就是洗完澡戴眼镜，所以对我来说很滑，就算了，没差。可是我现在因为太常待在家里，我一直戴着眼镜，然后我眼镜一直滑下来，一直滑下来，我就很生气，你知道吗？所以我买那东西真的超有用，你们也可以买，如果你们眼镜会一直掉的话。哦，讲错了，睡觉前戴眼镜，是吗？眼镜行从来没有送过我这东西，欸，眼镜行没有送过东西。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我不知道它真实叫什么，欸，我去找一下。高手验光师，我蛮惧怕验光的，因为每次验光师都会说我的视力很差，每次验光师都会受不了我的视力。我看一下那东西叫什么名字哦，等我一下。不是，是蓝色的防滑套，眼镜防滑套，眼镜防滑套，它是像这样子，它是像这样子，然后它有很多形，它有很多形状，就是它有很多种你可以选。然后我买的是这个这种蓝色这种勾住的，还蛮好用的，嗯，你们可以，而且很便宜，你们可以去买一下。那就是耳钩，是吗？原来这东西叫耳钩，哦，我没有耳钩，哎，我不知道耳钩是什么东西，欸。谢谢阳光的掌声鼓励，不太好看。没有啊，其实你们因为我啊，男生比较有长，因为女生其实长头发都会藏起来。真的假的？原来这个东西早就流行很久了吗？是我跟不上。谢谢 Jessie 九九的真情告白，是我跟不上。为什么我的眼镜行从来没有？我的眼镜行从来没有送我这个。Hello Snoopy， 我眼镜行在干嘛？我眼镜行从来没有送过我这东西，欸，为什么？这算流行吗？可是我觉得这很实用，欸，这超级实用，欸，因为我眼镜真的很容易滑下去。啊，我一直以为这只东西很酷，我妹也不知道，欸，我也送给她一个，我一直以为这东西很酷的说。这个面是宵夜吗？不是，这个面是晚餐。因为我都没有出门。我要跟眼镜行施压，我哪知道有这个东西啊。原来这个东西已经流行了这么久。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之前聊到说日本不是有拉面吗，那台湾什么东西就像台湾的拉面一样，然后我就觉得，欸，其实牛肉面蛮像台湾的拉面那种感觉，日本拉面之于台湾的牛肉面其实蛮像的，牛肉面也很可以代表就是台湾，嗯，台式拉面会容易滑掉，店家就会给。哦，那可能是小梁，可能是因为我不常去给人家调眼镜吧。我跟你说，我因为我很没有自信戴眼镜出门，就是戴眼镜出去外面。我没有自信，所以呢我基本上不太会去给人家调眼镜，嗯，因为我今天没有出门啊，然后我的家人有出门啊，所以就请他们帮我买回来。对，
不要去跟别家要，真的假的？他跟你收钱，这东西要收多少钱啊？5块吗？Hello， 鹏鹏，我成功去全联了没？还没，我都还没出过门呢。我买多少？我买超便宜吧，我忘记了，5块钱。5块钱，10块钱而已吧，而且还有大概4、5个，对啊，很多哎、欸。我买多少钱？四五块，嗯，对啊，那个很便宜啊，你就什么都淘宝买，对，我什么都是淘宝买，还有网购。通常都是免费，可是化妆去，可是调眼镜，我戴眼镜很丑哎、欸，我戴眼镜很丑。去原本配的那家，他免费送哦，所以这有点算是福利品。可以在直播的时候追剧了吗？我不知道哎、欸，要叫他试试看吗？没有尝试过，不是戴眼镜不是有没有偶包的问题，戴眼镜是本来就很丑啊，真的、哦、很容易断哦。我这个还好，哎、欸，男生戴很丑，我觉得是事实，所以可以出一些很酷炫的。耳功出一些就是漂亮一点的，虽然大家应该不会在这方面琢磨。おいしい、おいしいです。我的没有，我戴眼镜很丑，是因为我戴眼镜是因为我的眼镜的度数很深，所以我的镜片它很厚。然后我的镜片它很厚，然后我的眼睛会变小，嗯，所以我觉得我戴眼镜很丑。我知道口罩链，其实我觉得口罩链还蛮方便。你好丑，我才丑吧，听了，我比较丑，我比较丑。你看我今天头发又很塌，今天头发还很塌。我很丑，不是没找到适合眼镜。我觉得我永远找不到适合的眼镜、啊。我弄超薄的还是好，我已经选了一个最薄，可以做最薄的镜片了，但是它还做出来还是那么厚啊！谢谢几位的看好你哦。跟师爷一样度数很深，对啊，我们差不多度数很深。嗯，你650，闪光200，我跟我差不多啊。谢谢 Sam 的真情告白，我也是大概600-700度，然后闪光100-200度，嗯对，然后隐形眼镜我是戴800度，嗯，哦对啊，刘在熙，他叫刘在熙吗？刘在熙，他真的是戴眼镜比较好看、欸，所以说很多人都不一定，这是不一定。没有没有说你很丑，我说我很丑，不要对号入座。我比较丑，隐形眼镜我戴800度。对啊，因为隐形眼镜不是，我跟你说真的，有些人是适合戴眼镜的，不要不相信，真的有些人是戴眼镜比没戴眼镜好看，真的。那个我的话，我是觉得说我因为我就是。可能我脸不适合戴眼镜，脸型不适合戴眼镜。对，永远是为了对，是因为有闪光，然后因为一般的隐形眼镜没有闪光的度数，所以就把它往上加这样子。对，不行，我不会给你们看。没有，有些人真的适合戴，对，要挑适合自己的款式，真的。这个认同。Hello， 红。真的没有，你们不丑，我比较丑。
我觉得我妹比我还没鼻子，我妹比我还，因为我之前有帮我妹画过影，那个妆画过鼻影，然后下次为什么会一次戴一次不戴？好啊，痣可以试试看。我之前帮我妹画过，她不是没鼻子，她是没鼻梁。我之前帮她画过鼻影，我觉得我发觉好难画，找不到那个鼻影要下手在哪里。对，可以帮我，她帮我找磨起来最薄哦。可是因为我最近配眼镜都是去那个很快，就是几十分钟可以拿到的那一种，就是那种快速的。最近很流行的那种日本风格，就是那种眼镜店，然后重点是超好笑的，就是我每次他们不是主打说就是一天之内可以取件嘛，然后结果我每次验完光，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的度数太高了，所以你没办法马上的取件，你要等一段时间。对。我都有我都有去买过，对，我都有去买过。我跟我妹妹会互戴眼镜吗？不会，因为我们的度数有一点不一样。嗯，念病人眼睛度数变高，我是很容易被验光失眠。验光师就是说你这个。两眼视差有点怎么样啊，就是你是不是都用同一直固定用同一眼，或者你睡觉的姿势，就是你睡觉前躺着滑手机的姿势不对啊，什么什么的啊。验光师很爱念这些。太高镜片要静坐。对呀、啊、所以那些对我来说根本没有用。对。然后我就每次去看完，就是每次去验完光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换另一边躺，就是我可能平常都这样侧躺，然后这样子看手机，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换另一边躺，换用这一眼，就是要平衡一下他们两眼的视力，有没有？因为本来都用这样子的话，感觉只会用到某一眼嘛，那我就换另一边躺，这样就可以平衡他们。对，怎么样都侧着啊，就是你知道，如果你要这样正着滑手机，你手要举着，手举着超酸嘞、欸，手举着，而且。有时候举一举那个手机还会掉下来打到自己脸，有没有打脸？博弈晚安，遮起来才有用哦，真的假的？哦，我有时候刚睡醒的时候啊，就是眼睛还有点睁不开，可是又要看手机，我就会这样子看，就是我这靠近枕头的这一眼就会闭起来，我就会这样子看。哦，对啊，每次要都决定要改善眼睛，我也是啊，我也是很想要改善我的视力。对，结果现在却迷上了手游，根本无法改善视力，因为根本做不到。对啊，根本做不到，我跟你说，你根本做不到。哎，那你们知道要吃什么东西对眼睛好吗？就什么，我之前听说吃什么鱼油啊，还什么叶黄素，那些真的有效吗？可是我觉得验光师通常验光师戴眼镜嘛，我觉得这也很合理啊，就是因为他有戴眼镜，他才可以那个做卖眼镜这一行啊。就是我那时候去选眼镜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如果那个店员没有戴眼镜，那不就愧对为眼镜行的店员了吗？因为通常你看，像你，如果你是某个运动品牌的服饰店的员工。你上班一定是穿那个品牌的衣服嘛？那你去眼镜行上班，然后你没戴眼镜，那你怎么好意思当眼镜店的店员？所以眼镜店应征店员的第一步应该是要戴眼镜，这样子。为什么眼科医生很多都戴眼镜？就是因为他近视很严重，他才会想成为眼科医生啊。对啊。哦，对哈，其实现在可以戴无镜框，无镜片，什么无镜框？其实现在可以常看远处。哦，对，我也听说要常看远处，所以我有时候就像我玩游戏，
眼睛太累休息的时候，我就会看远方，对，我就会看那边，就是眼光，就是那个聚焦的那时候，让它放松，对。念书眼睛爆，哦，对耶，对，因为要当医生要念书，有考虑去做雷射吗？就是有考虑，可是应该不会年纪这么轻的时候去，对，老一点的时候再去，嗯。再靠近一点点。年纪哪有？年纪还很年轻，好不好？放松，放松多久才算重点？那应该放松多久啊？我今天吃很快，没有，今天吃很慢，我还有很多面呢。还有超多面，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之前很流行，我小学的时候，谢谢 Jessie 九九的真情告白。我小学的时候很流行那个叫什么，要看，就是大家都说眼睛要看绿色的，对眼睛好。所以我小学的时候，你们有那个桌垫吗？那个小学的时候，大家的桌垫都是绿色的，有没有？你们应该也是这样吧？远处上呢，所以普遍认为，所以绿色真的有保护眼睛吗？绿色真的有保护眼睛吗？我是觉得，我是不太相信啊。死盯着桌垫，因为很常看桌子嘛，然后有绿色桌垫，感觉就可以对眼睛放松。看近时眼睛拔掉什么意思啊？在望远凝视，真的假的？你们小学有这种课程？盯着桌垫，盯着桌垫放松啊！对吼，北一女的人视力应该都很好哦。北一女中的人 ，Hello Ultraman， 什么？你居然视力 2.0？ 我觉得视力跟遗传跟基因也有关系。死盯着七七，为什么七七现在是绿色的吗？望远凝视是什么意思啊？要怎么望远凝视啊？望远凝视是怎样？就是要怎么规定眼睛要看哪里？望远凝视，看远方，望远凝视。我这样在望远凝视吗？看远方，就是那你怎么知道要望哪个点？那老师会说来，现在看远方的第一棵树，这样之类的吗？想办法看远。我不能现在做望远凝视，现在做望远凝视没什么用。看远方自己定哦，自己选一个位置，那合理，那合理。看那棵树，噔噔噔，谢谢自营的我来签到。你们家的人全部都有戴眼镜，只有你没戴。哇，那你是变种。怎么这么爱吃？因为今天我家人有出门，所以我就没有晚餐吃，所以就要等他们回来才有晚餐吃。对，大家都在望远凝视放空，其实放空很舒服哎，我超级有时候我工作的时候休息的时间，我就会放空，我觉得整个人空在那里，就是一个状态，就是空在那里，然后什么都不想，然后。周围在讲什么也没什么，就是休息的时候啊。当然工作的时候不能放空，对，休息的时候放空。然后常常那个团员都会吓到，想说我在干嘛之类的。餐厅游戏删掉不行，打妹不行，删掉。那是我苦心怎么讲，呕心沥血之作哎，呕心沥血才玩到那个程度，怎么可以删掉？
删掉。坐着睡着？没有，我没有坐着睡着过。我睡觉一定要，我真的，我睡觉很难坐着睡。谢谢博成七月守护徽章。你还是玩旅馆之红，我很感动，很棒。继续坚持，眼睛都有种解脱。干嘛我还是玩这么辛苦？旅馆更新了什么？我好犹豫哦，我好犹豫哦，是什么餐厅啊？不，是什么旅馆？什么主题的旅馆？我好犹豫哦。毕竟旅馆也是我呕心沥血之作。是什么主题啊？我考虑一下。我没有删掉，我没有删除，好不好？我没有删除，我只是没有点开来，我也只是没有点开来而已。晚安，睡鱼。我最近其实还有玩另一款游戏杀时间，我在想要不要介绍给你们，但你们会不会有太多游戏要玩？有一款游戏，可是我不太清楚它中文叫，它叫，这是一款解谜游戏，我觉得你们应该知道吧，它叫 AE Mysteries， 我不知道怎么念AE Mysteries。反正它就是一个解谜游戏，然后它里面有它就是会翻成中文版，然后也是被广告推荐，对，也是被广告推荐的。然后它就是有很多解谜的关卡，就是它有很多故事。然后我觉得它画风超棒，然后有些题目我都解超久，解了可能一个小时都还解不出来那种，就是解谜题目，像是反正我觉得它画风很棒。你们可以去选，然后它是两个半小时可以拿到一支钥匙，然后那个钥匙就可以解锁一个章节，然后你也是可以看免费广告，快就加快时间。对，我觉得画风很棒哎，就很美式，但我觉得它设计的蛮好的，然后画的也蛮用心的。名字叫做 AE Mysteries，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看一下。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呢，如果你破不出来，你可以去 YouTube 找别人破关的影片。就算你没有那个，就算你没有星星可以解提示，可以拿提示，你也可以哦。它叫 Adventure Escape 什么 Mysteries， 就是我时间太多，对，我时间太多，是一个楼梯跟门，没错，是一个楼梯跟门，对。你可以直接去 YouTube 看别人破关的画面，你就可以解开了。但是呢，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解开的哦。我真的只有那种真的过不去的关卡，我才会去看那个 YouTube。对，就是这个游戏蛮好玩，就是它可以，可是它真的要玩很久，因为有些关真的超难，就是有些关是那种小游戏，它可以。你要破很，就是你要想很，就是你要想很久，你要想很久才可以破关。对，我跟你说，自己破才有那个成就感，我自己破超有成就感。对，而且我玩，就是我现在玩解谜游戏也玩很多了，我已经大概知道他们的运转是什么，所以我就是我过关其实还蛮顺利的。对，我跟你说，你一天能玩游戏的时间有限，没错，所以其实你。一天就玩两个钥匙就可以了，就是一个钥匙要几个小时啊？一个钥匙要三个小时，三个小时才有一只钥匙，三个小时一只钥匙，一只钥匙只能解一个章节，然后它每一个游戏主题大概都会有九个章节吧？对，九个章节，所以其实你可以慢慢玩，完全就是可以有空再杀时间的游戏。晚安，肯尼，就是它
画风真的很棒，我真的很难跟你们讲解这个事情。他画风很棒，对，这样子不近视很快，没错。反正他现在有几款，他现在有应该是说这个游戏是他其实是这个品牌叫这个好像叫什么 Haiku、哦、还是什么。这个品牌它出了很多解谜的游戏，然后这个 app 呢是把这些游戏都翻成中文版之后出的东西，就是你大部分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你可以去下载别的游戏，但是他们都是英文的，然后这边是他把一些他的游戏都翻成中文，所以你就不用看不懂，就像你玩英文你一定看不懂，对。对，然后他现在有几个？他现在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现在有16个故事。有些故事我还在考虑要不要玩，因为我是很害怕恐怖的，我是有点可怕。像这个就这个游戏，这个就是你看《鬼屋狩猎》，我觉得这个你看这个画风是不是很赞？这画风就是一个很精致的画风，我就很喜欢精致的画风。对，然后还有什么？有些我都玩了。我现在在玩《海盗的宝藏》，我现在在破《海盗的宝藏》。嗯，反正他的画风是我喜欢的画风，你们可以去玩，就蛮有趣的。餐厅怎么办？餐厅就是这样啊，餐厅就是因为餐厅反正很容易输嘛，餐厅就有很容易体力不够嘛。像我的话，就是当我餐厅体力不够的时候，我就会来解谜这个。然后我解完这个，大概花了一两个小时。解完这个之后回去，我餐厅又差不多体力又恢复了，然后我又可以继续玩餐厅。然后我玩餐厅之后，我又输了，我又再回去破这个解谜。对，这就是一个，这就是我假日一直在做的事情。对。后面超容易死，真的，我跟你说，餐厅真的超容易那个，超容易失败。然后五颗，你碰到很难的关卡，五颗爱心一下就没了。你有时候还根本都还没破完关，只是不小心按到丢垃圾，然后就没了，超级气爆。对，所以这是很解谜内容会恐怖吗？我现在有点不能跟你那个，就是怎么说，就是呢，很容易输吗？很容易输，好不好？你玩到后面真的餐厅超容易输，因为我还没有玩过看起来很恐怖的。我现在玩的都是不太恐怖的，就是一些谋杀、侦探类的谋杀，还有我第一个玩的是那个圣石这个关卡。圣石它也不是恐怖的，恐怖的是有，可是我还不敢点进去，所以我还没。等我点进去我再告诉你。对对对。我还不太敢点进去。Hello, 信婷 ,Hello, 回回 ,Hello, 西西。恐怖的我真的是有点害怕。但是应该也不能多恐怖吧。应该也没有很恐怖，应该也没办法多恐怖吧。谢谢信婷的玫瑰。啊。好恐怖、哦。我的口红掉地上了。太恐怖了。这种烫的都自己下子。对啊，不要开声音就好，开声音会被吓到。谢谢回回的七月守护徽章。旅馆还要玩吗？旅馆近期应该不会玩，但是我也不会删掉它，对，就不会删掉它。怕听不到线索，不会啊，大部分都不是线索，大部分都不是声音哎，我觉得线索大部分都不是声音，线索大部分都是其他的。旅馆没有被打入冷宫，暂时休息一下。只是暂时休息一下而已。
我要赶快吃完，它要冷掉。就是暂时休息，之后想要打开的时候还是会打开。还没吃完，还没吃完。不是不够大声的问题，我知道，那就是你，那就是你念出来的东西传到你的手上面的时候太慢了，手的传输速度太慢了。对，牛排店的下一关是什么？我帮你看一下哦。牛排店的下一关是哦，墨西哥餐厅。我跟你说，墨西哥餐厅超难的，可能用粤语念。对，可能是你用粤语念不行。我跟你说，布谷鸟好了，对，布谷鸟好了。墨西哥餐厅有卖那个墨西哥粽子，还有猪肉，还有那个塔可饼，然后还有一个很奇怪的蔬菜。对，我认真说，我觉得墨西哥餐厅的东西看起来不好吃，只有那个塔可饼看起来比较好吃。超难，到时候你就知道，因为塔可饼是放在左手，然后塔可饼超复杂的。我觉得蛮难的。好了，一个小时过去了，差不多可以聊那个下一个主题了。下一个主题就是，你没有太多道具，你不可以一直用道具啊。有些时候你要相信自己。有些时候要相信自己可以过关，你要多试几次。Hello Ping， 萨瓦迪卡，不要随意用道具，真的。对，我要聊那个 The Village， 快点，有谁有去看吗？有谁有去看啊？有去看的举手。萨瓦迪卡。嗯，怎么样？好看吗？奇威。你看了没字幕的版本？我没字幕版本好像看不太懂。
果道具没过，我真的会，我也会很生气，我会觉得我自己是白痴吗？对，结局有点想不到，是不是？我不知道好不好，我不知道好不好看啦，我只是觉得剧情很好哎、欸。小，哎呀，现在看来得及吗？来不及啊，我已经要讲了。啊，我要怎么讲啊？我想一下、啊，跟大家讲那个故事的内容。你高中时候看也太久远了吧？反正呢，它就是一个故事，就是它就是怎么讲啊？这个，反正就是你看的时候。就你一开始进入这个世界的这个电影观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大概是18多少年的时候，然后就是他在一个村子里面，然后那个村子是一个封闭的村子，然后他们是由长老来主持这个村子的事情，这样，然后这个村子。但长老也没有很老，那长有很多个长老，长老也没有很老，就是壮年人，对。然后就是他们这个村子是跟外界断联的，就是他要出去外界，他一定要先经过一片森林。可是呢，传闻说那个森林里面有一个怪物，会就是。然后那个怪物，你不能招惹那个怪物。那个怪物呢，它对红色的东西会很兴奋，然后黄色的东西它是，黄色是安全的颜色，对。就是有很多传说，有很多怪物这样子。然后，所以大家都不敢靠近森林。但是呢，有一次，反正就是呢，有一个年轻人他受伤了，他被一个好难讲啊，这个东西，反正就是他被一个村子里面同样的一个人，然后那个人是有一点，头脑有点不好的一个人，就是头脑有点坏掉的一个人，就是弄到受伤了，有一个男的，然后长老的女儿喜欢这个男生，所以呢，长老啊，然后长老的女儿是一个瞎子，对，他是一个盲人，然后他为了要救这个他喜欢的男生，对，我现在没看过电影还要跟你们分享没有，反正我现在分享的不是电影，我现在分享的是我知道的故事，对。然后他为了要救这个男生，他就想要赌一把，尝试的穿越森林去外面找一些医药品物资这样子。然后可是大家都反对他出去森林嘛，可是他的爸爸是长老嘛，然后他长老就决定要让他去，然后反正他是一个盲人嘛，所以他爸爸就找了两个年轻人陪他一起去森林，然后他爸爸就跟他说，哦，然后他爸爸就告诉他说，他爸爸告诉他说，其实森林里没有怪物，那些怪物呢都是长老们假扮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想让大家想要。出去外面的世界，中间不用太详细哦。对，好，反正目的就是为了不想让大家出去外面的世界，所以长老就骗大家说森林有怪物，但所以其实森林没有怪物这样子。所以呢，他就告诉他女儿说，所以你就去走出森林，然后等你穿过森林的时候，你一定要自己出去，你不能带着那两个年轻人出去，你要自己出去。对，好，然后呢，所以那个他的女儿就准备出发了，这样子，然后，等一下，他准备出发，然后他在出发的路上呢，那两个年轻人就被怪物吓跑了。那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有怪物呢？是因为那个怪物是原本把那个女儿的情人刺伤的那个人。就是头脑坏掉那个人假扮，因为他不想让那个他，因为他也喜欢那个女生，他不想让那个女生离开他。我喜欢你，请跟我交往。
所以呢？所以他就去假扮成怪物，然后结果真的把那两个年轻人给吓跑。所以呢，那两个年轻人吓跑之后，就剩那个盲人自己。现在还有多少人都跟得到你的故事？哎，我很努力的在讲哎。Hello Andy Ann， 所以那个盲人就自己走出了那个森林。然后他因为他是瞎了的状态嘛，然后他走出森林的时候，他跟那个那边的人，他跟那个。他跟外面遇见的人要了一些药品之后，他就又返回了村子里。但是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你们现在用听的嘛，可是你们看到的画面是，当他穿过那片森林爬出那个高墙的时候，你们看到的画面会是21世纪。你们懂吗？就是是现代，对，看画面会想说，我也觉得，我看到那个文字写，我想说啊，有这种事？没错，其实他们在的是现代，21世纪。但是那个人是盲人，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然后后来呢，你们看到画面就会看到那里是一个野生动物的森林保护区，对。然后呢，那个他遇到的人是警卫，保护区的警卫。然后呢，那里就是，其实就是住在里面的人，有一个人是富豪，就是他爷爷是富豪，所以呢，这片地呢是他们买下来，就是他很有钱嘛，他买下来这片地，然后呢，让这片地变成野生动物保护区，所以外面的人都以为这块地里面是野生动物保护区。所以外面的人呢都不会想要进到这个保护区里面，然后他们还花钱买通，就是买通政府，所以呢飞机也是不能飞过这块保护区的。所以呢住在保护区里面的人就永远都不会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就是他们反而是人，他们保护的就是人，他们就住在那个里面。你们不觉得这？我觉得这设定很酷哎，我觉得这设定超级厉害的，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那些长老好像是他们都有受过，他们都有被人类伤害过，然后呢，他们讨厌外面的人类，所以他们决定要自己，他们想要逃到一个地方，然后自己创建一个世界，然后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自己。就是一个，他们就是想象一个乌托邦吧，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他们，然后其中有一个长老，他是历史教授还是什么的，所以呢，他编了一个很棒的故事，然后也透过教育的方法，让小孩子都很相信，就是现在的世界是18多少年，18几几年，然后真的有怪物这些传说，对。然后因为那个女生她是盲人嘛，所以她出去回来之后，她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啊。所以呢，她回来之后拿到药品之后，他们就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不觉得很酷吗？不是吓到我一点，不是啊，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不知道有没有吓人，但是我觉得这设定真的很酷，就是自己。原来他就是自己局限，就是人可以创造成这样的。谢谢廷瑞的七月守护徽章，我不打算看吗？我真的不打算看，我真的害怕，我真的会怕死。好，反正就是女生也说真的有怪物存在。对，女生为什么会说有怪物存在？因为女生根本看不出来那个人是谁啊，就是女生她根本。因为他是盲人，他根本不知道那个怪物其实就是那个，就是头脑有点怪怪的那个，他也喜欢他的那个男生假扮的，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那其他两个年轻人也就是他们很害怕，因为他们不知道没有怪物，所以他们以为那就是怪物，所以他们就逃跑了。所以说后来村民发现那个头脑坏掉的那个人没有回来，就是他不见了。所以那些村民呢，又更加相信真的有怪物存在了，因为真的有人死掉了。对，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事情就是一个很玄妙的设定。总之，反正呢，看到
突然看到外面是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整个就鸡皮疙瘩。我想说这什么鬼？怎么会？因为你们懂那个画风的转换吗？就是当你一开始进入这个故事的时候，导演要给你的世界就是一个十八、十九世纪的样子，所以你自然而然就会认定这是一个十八、十九世纪的村子的故事。结果最后面出去竟然是一个现代的画面，那个就会很震惊。对，说一下是哪部电影，叫做什么？阴森林。画风转换哦，因为呢，那个人，我看的那个文章呢，他有截图片，所以我还是有看到图片的。对，但是我看到图片的震撼力应该不及你们看电影的震撼力吧？不然你们说说，你们看电影的当下有震撼到吗？你们有看的人有没有震撼到 ？Hello 潘。没看过也能学 report 可以吗？不行吧，我还是要看人家解析啊。看什么电影？神秘到底叫什么啊？阴森林。对，萨瓦迪卡汤夸怎么念啊？汤夸萨瓦迪卡。人生女孩也在看，需要，现在不宜刺激。城镇怎么长这样？对呀、啊，有没有吓到？想说不是要去城镇吗？怎么变这样 ？Hello 四红，只记得最后到现在，所以那一趴真的很厉害啊！我觉得那一趴真的是有吓到、欸、那一趴。Hello Andrew， 所以这就是与怎么讲？人的力量吗？还是什么？就是人云亦云，就是人可以创造出一个不同的世界的感觉，就是人的语言的话语的力，就是怎么讲？就是哎，对啊，居然还有车，对啊，我就觉得，怎么讲？这是什么？我看一下，我不看，反正我就是觉得。原来人的力量这么大，你看，其实那些人根本不可怕。首先，根本不可怕，怪物根本就是假的，对吧？怪物根本就是假的，根本不可怕。结果更扯的是，没有怪你看剧情的时候，第一个听到的是没有怪物啊，原来没有怪物、哦。然后结果后来出去之后又发现什么城镇怎么是现代的世界，就是给你很多惊吓感。对，就是想办法营造出那个环境成就。对啊，所以就是啊，应该是说不知道，可是他们也没那些小孩也没有办法知道外面的世界啊，因为他们没有通，就是他们从小被灌输的想法就是那样子，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有机会去想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Hello 潘，对啊。因为从小他们知道的事情就是这样，对他们来说这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中段有这种真的假的进击的巨人，其实我一直想看进击的巨人，可是我一直找不到一个 timing。 对，灵异第六感，所以那个导演很常拍鬼片是不是？恐怖片。 Hello Andy 安，汪达与幻视的城镇怎么啊？汪达与幻视的城镇是这样子吗？要录影了吗？差不多吧，微解封之后应该会录影。对，影评有点两极，我是觉得故事好看，但我没看过电影内容啊。所以你们觉得汪达与幻视好看吗？只是一个被控制，一个是长老家人，只是不敢看血腥的。哦，我是蛮不喜欢看血腥的。对，我之前有尝试看过《进击的巨人》的电影，在那个电影台电视在播的时候，可是后来我也没有把它看完。对，因为太长了，然后好像那时候要去睡觉了吧，还是什么。
哎、欸，对，之前昨天有看到新闻，《旺达与幻视》蛮好看，真的吗？那让我有点想看嘞，《旺达与幻视》，因为《旺达与幻视》的那个风格我蛮喜欢的，对啊。我妹才不会陪我看恐怖片了，电影反而比较不血腥。对啊，因为电影它不能拍的那么血腥啊。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孤身。Hello， 福福猫 ，Hello， 维凯。谢谢福福猫的一封信。洛基，听说洛基超级复杂哎、欸。听说洛基是不是一个复杂？就是洛基不是有很多个洛基吗？因为什么？我可以相信你很爱我。让人敷衍，想在身上吗？看完电影玩游戏，对啊，我之前过着忙碌的生活哎、欸。为什么不想说我的懂呢？要解释吧，真相太赤裸裸。那我比较想看的是《旺达与幻视》，洛基的话比较还好。谢谢 Ben 的真情告白，微退休，我才没有微退休哎、欸，我不能微退休啊，姑姑。我现在 Netflix 在看什么？我现在没有打开 Netflix、欸。我自从开始玩游戏之后。就没有在 Netflix 上面看。我上次谢谢博弈的七月守护回甘。我上次在 Netflix 看的是那个六人行跟那个接线女孩。对，刚出演装就退休，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对不对 ？Hello 坤坤。对啊，我最近 Netflix 没有打开、欸，我最近都在微玩游戏，微玩游戏现在。微游戏，微哎，你看电影有微电影，节目有没有微节目？我以后就说我出微节目。Hello， 齐声吗？齐声 ，Hello， 微节目。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哦，对，我最近想在 Netflix 上面看《宅男行不行》，你们有看过《宅男行不行》吗？我不知道宅男行不行，好不好看，但我还蛮喜欢那个少年谢尔顿的，所以不知道宅男行不行。嗯，谢谢你的维加狗语，Hello Ben，Hello 情湖，是无话不我怀念的是绝对值得，我怀念的是你。我已经看完少年谢尔顿了，然后。第五季吗？还是现在第几季啊？反正下一季好像十一月才会出完，还差我多少关？你在310哦，我看一下啊，要追很久。对啊，它有十季的样子，我现在在453，微顺是不是？不止微顺吧，大顺吧。我头发大顺呢、欸。会更顺哦，等到我把这些剪掉。对，怀念异想天开，微怀念，差140，差很多年，看我差两个餐厅耶，两个餐厅哦。除非我之后工作很忙，不然你应该是追不上我。对 ，Hello Simon， 我怀念的，我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
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你钻石很多，你钻石很多，你就赶快都升级，你就过关过很快啦。你先，你钻石很多的话，你一开始玩下一个新餐厅的时候，你就先全部升级到最高。等到你破到后面的时候，你就破很快了。对 ，Hello， 酷酷猫给你赞。谁又哭 ？Hello， 维文，对我在说餐车，说餐车呢。我怀念的是无言。哎，这首歌好久没唱，怎么唱啊？这首。你都用复古风，我是看整体搭配。你还卡在电影院最后一关，赶快用道具了，用道具了。冰女拜拜。是啊，是很打发时间，也没有啦，餐车没有到很打发时间。因为餐车有时候你死会死得很快，你到时候体力用完你就不能玩。对，刚刚介绍那个解谜游戏比较可以打发时间，对，还卡在我这关，希望你永远都卡在我，希望你们永远都卡在我这关。对啊，三明治没有店面，三明治是那个电影院旁边的餐车，对，太难了，真的假的？太难，那没关系，他就继续玩旅馆吧。谢谢 Hebe 姐七月守护徽章，旅馆也是很棒的，对，旅馆也是很棒。流浪到屏东晚安，两个一起超级打发时间，一天都被这两个东西填满了。对啊，这首歌怎么唱？换一个啊，这个播这个好了。Hello Oco，Hello 灰仔。餐车之旅游戏也不算，它算是要改造那个城镇。对，动森有手机版，我没玩过动森呢、欸。老实说，Hello 正元小弟，我没玩过动森。哒啦哒啦。你爱了不该爱的人，满是伤痕，犯了不该犯的错。手机还是眼睛？哎，我最近也担心我手机坏掉，因为它几乎就是我醒来的时候它就开着，就是它跟我的工作时间是一样的。我醒来马上开手机，然后一直玩到可能洗澡吃饭的时候没有用，然后结果就。伤心总是难免的，然后到我睡觉的时候他才会休息。对，情总是难舍。谢谢安的一封信，点点温存，我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哎，对啊，分歧还没付完嘞，分歧付款还没付完。我今天才缴了我的卡费。讲到这个，分歧付款还没付完，手机要撑住啊。分期付款还没付完，对，可是我直播是用旧的手机，所以还好。对 ，Hello 小红 ，Hello。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犯了不该犯的错，满是悔恨。你尝尽了生活的苦，可以相信的人。旧手机画质才比较差，还有网络关系，应该是网络的关系。对，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故一往情深？爱情总是难舍难分。What's your favorite song in 48 Good?My favorite song is Shoniji。 上周使用时数，不要不要，等一下我被公审，粉丝公审我。是啊，也有花太多时间在玩游戏了吧。你们会不会公审我？这是怎样这样子。谢谢瑞和我一起，谢谢瑞和我一起。相信总是难免的，你又何
总是难免的第一个梦醒时分。那是大、哦，原来是大家努力的目标啊！原来是大家努力，承受不住，你只能先换十二，十二也不错啊，十二蛮好的，我觉得。对，工程什么有差吗？好像没差哎、欸，我是不会那个，公司会关心吗？公司应该不会关心这个。谢谢益生菌的真情告白，谢谢益生菌的真情告白。今年要出十三了吗？十三要出了吗？今年十二不是才出没多久吗？十三个小时，哎，不是啊，可是这礼拜我看看。有人说，要记得相信，总是难免的。又何苦一往情深？对，公司只怕体重。十三真的要出了，这么快哦！我看一下我的使用时间，一定很高啊！我使用时间。哎，这个是怎么算的、啊？是不是重新计算啦、啊？我现在才，我今天才玩三个小时而已。看来我没玩很多哎、欸，我今天才玩三个小时哎、欸，重新计算了啦，已经重新计算了，礼拜日开始算，哈哈。礼拜日我玩那个解谜游戏花了9小时52分，宣告解谜游戏已经正式超车餐车了。对，没办法啊，餐车就没有爱心就不能玩啊，不是我不玩好不好，不是我不玩，是因为餐车好不好，上周没办法看啊，我可以看上周，哈哈哈哈，上周的餐车游戏花了31个小时，31个小时，解谜不需要体力，解谜也需要，解谜需要钥匙，可是解谜就是你一个钥匙可以解锁一个章节，然后那个章节你会遇到很多小的谜题或是小的益智游戏，然后你就会卡很久。对，谢谢果冻九号的看好你哦，谢谢瑞龙的掌声鼓励。31个小时，还好吧，还好吧，还行吧，怎么可能到50小时啊，太扯了。现在的都该换掉。31小时厉害吗？好像蛮厉害的哦。我总会把你戒掉。谢谢致送我一见倾心，谢谢致送我一见。对啊，我也很想当游戏直播，我想开游戏主，开游戏直播。哎，我觉得我很适合开游戏直播。哎，可恶！我想怎么样可以开游戏直播？钻石怎么赚？看免费广告啊，还有破关，对，还有每日签到。Hello 小强 ，Hello Steven。说什么？什么都没有。早点看破，才看得见以后。我寂寞寂寞就好。吃着不行，我觉得餐车没办法直播哎、欸，就是我觉得玩餐车没有办法直播，就是玩餐车如果要直播，你根本没有办法。我的话，我根本没办法专心玩。对，寂寞寂寞就好。对，你无法跟观众互动，然后你也没办法就是专心。对啊。悠悠，久久不相信我会笨到忘不了。
有 APP 可以投到电脑，真假？解谜可以直播，可是万一我卡很久怎么办啊？我卡很久的话，你们大家会笑我。欸，如果解谜可以直播，好像还不错欸，这样可以一起解谜欸。对啊，这样可以一起解谜欸，好像还不错欸。可是怎么用啊？不知道怎么用欸。要投到电脑里，可是你们又看不到我的电脑，我在直播欸。会有一堆人爆雷，你们一定偷偷去看 YouTube 找答案，然后再跟我说，你就那样就那样就好啦。我想想就好，对啊，我想想就好。Hello， 猴子，晚安。对，用恶灵古堡石，用镜子也太厉害了吧！谢谢钟颖的告白气球，谢谢钟颖的告白。我会不会生气？有谁？我不会啦。Hello， 黄鱼，我不会。平衡好强哦，可是玩恶灵古堡要怎么专心？就是你完全不能直播哎，完全没办法看留言，很可怕哎。好聪明哦，可是我家没有镜这种镜子哎。不行，我家没有这种镜子。Hello， 国豪，我烫头发啊。谢谢 Ray 的真情告白，你还是要幸福。在招惹别人哭，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别跟着我铭心刻骨，你还是要幸福，我才能决定我还得很清楚，决定自己再也不会占据你的篇幅，明天开始，这一切都结束。谢谢 Oco 的爱的烟火，谢谢 Oco 的爱的烟火。然后一半投影录影框，哦，不行啊，我家就是没有，我家没有这种地方，我家没有。后面就是可以这种地方，比石原高很多。谢谢国豪，Hello 庆推法诀，你还是要幸福。我哪有？我有画眼线，你看，我有画眼线，还有涂眼影哦。我只是忘记画眉毛了。哭，别跟着我。铭心刻骨，你还是要幸福，我才能确定我还得很清楚，决定自己再也不会占据你的篇幅，明天开始，这一切都结束。谢谢 Jesse 九九的麦克风，小雨晚安。谢谢 Jesse 九九麦克风。刘海变直了，对啊，刘海变直了，刘海变超直的。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别跟着我铭心刻骨，你如果很幸福，半夜的简讯我就无需回复，因为你的悲喜已经有了容身之处。
纯粹的孤独，我的侧脸，我侧脸比我正脸好看是吗？谢谢天主主车车的掌声鼓励，谢谢史努比的爱的烟火，谢谢羚羊掌声鼓励，谢谢土司土司的真情告白，谢谢史努比爱的烟火，谢谢樱桃猫的玫瑰，谢谢 Z 九九的掌声鼓励，谢谢瑞龙掌声鼓励，谢谢博腾的七月守护徽章 ，Hello 奶奶，谢谢 Z 九九的掌声。什么？我的侧脸比我正脸好看？那我今天就这样直播了，今天要这样直播。你就不要像我的疯掉，这样怎么看留言？不看留言了，为了给大家最好的侧脸，不看留言了。要唱什么歌啊？唱唱什么歌？好久没唱歌了，唱什么歌？很伤眼，什么很伤眼？什么谁伤眼了？墨，羚羊要听墨是不是？好啊，墨，不是我近期都不用麦克风，我不知道麦克风放到哪里去了。我之前会用麦克风，是因为麦克风就放在桌上，所以我就直接拿起来用。现在是我根本不知道麦克风放到哪里，所以我没办法。对，我喜欢自己左脸还是喜欢右脸？说实在话，我没有去。一定要左右脸，但是我比较习惯是这一脸，就是，我自己比较习惯是露出有痣的这一脸，但是我觉得我两脸，就是我两脸其实没有差很多，对。谢谢益生菌，被我妹拿去用啦，对啊，不知道去哪里了，就没有放在桌上了，我就不知道放哪里。谢谢瑞龙的 kiss 啾啾。我大概可以猜到放哪里，对，你们想要我拿麦克风是不是？这个有歌词吗？没有歌词。公式角度，我的公式角度是这样。我今天刘海太塌了，我今天刘海太，哪有？他让我选了一个麦克风套、欸。生态里，谢谢杨公公爱的烟火。总有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我为爱攀出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为爱判处终身孤寂，挣不脱，逃不过，眉头解不开的结。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恭喜流星麻将收到化妆品。 Hello 海风， Hello 庆恒。每次麦都不一样，真假？可是我每次拿的麦都没有麦的功能、欸、谢谢家居陪我看烟火，谢谢家居陪我看烟火，谢谢家居。你用麦太温柔，真假？我用麦太温柔吗？我用麦为什么很温柔？我用麦有变温柔吗？哪里变温柔了？没有吧？还是平常的我、啊。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
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周而复始，结局还是失去你。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放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为何判处终身孤寂，挣不脱，逃不过，眉头解不开的结，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谢谢土豆掌声鼓励，谢谢天主说掌声鼓励，谢谢思远掌声鼓励。哎，我升级了，谢谢巅峰晚耀，哇，我升级了，耶！虽然不知道可以干嘛的升级，谢谢天主说掌声鼓励，谢谢 Gek 的掌声鼓励，谢谢 Neil 掌声鼓励，谢谢奇怪掌声鼓励，谢谢奇怪掌声鼓励，谢谢羚羊掌声鼓励，谢谢耶西偷分的掌声鼓励。哇，我升级，升级可以干嘛？谢谢阳光的掌声鼓励，谢谢默默的掌声鼓励，谢谢修的掌声鼓励，谢谢流星满江掌声鼓励，谢谢想想掌声鼓励，谢谢一生俱来掌声鼓励，谢谢小香掌声鼓励。而且为什么是我？你是助力呀、啊，你助我升级耶！谢谢小强的掌声鼓励，谢谢嘴哥掌声鼓励，谢谢库里斯的掌声鼓励。新的心跳，新的心跳是什么歌啊？心跳，心跳。下一次拥抱你会不会疼，那我们唱心跳的证明好了，好不好？你的幸福的长的伤，哦，邓紫棋的歌，哇，没有听过，我的歌单很少。谢谢天主主持人送我天使中的魔鬼，那是不是要唱一首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刚刚出生出一个事，就是忘记怎么唱，一眼无法看清所有复杂情绪，莫名都因为你，我以为的差距不过是背对而已，平行线交汇的瞬间，是你才有了奇迹，每一次再一次你慢慢的靠近，告诉我都是心跳的证明，那些回忆很清晰，却都不能否定，在我心中写满你的名。天主主车车拜拜，上班加油。 Hello 肯尼， Hello 牛奶糖，跟他说我今天就会洗头了，就可以洗掉我这头诡异的贴法，超贴的头发。谢谢土司土司的真心告白，其实我应该去染头发了，这边都是黑的耶，你看这边都是黑的耶。不过是背对而已，太油了吧。哎，我
你们去查离子烫几天不能洗头，是我愿意的吗？谢谢樱桃猫的玫瑰，我昨天也超级想洗头，好不好？可是那个造型师设计师说，你如果想要效用可以比较长久一点，你就要三天不洗头。谢谢家居的居居牛，谢谢家居的居居牛。没有，我觉得本来就蛮塌的，对啊，因为离子烫本来就会变塌，对。我那看起来很开心，我也不想洗头，好不好？没有，我三天没洗头。你喜欢妹妹的新发型，真的、啊？你喜欢那个很 fashion？ 我今天就可以洗头了。我也觉得我头发很油，这是有苦衷。对啊，有苦衷，好不好？我也觉得我头发没洗，头发蛮油的。一次。慢慢的靠近，告诉我这是命中的注定。我在这里等着你，这不是恶作剧，你是我最难解的一道题。没有，我现在很想洗头哎，下次帮我不会再隔一个礼拜，我再看一下最近有没有照片可以播，应该是不会了。应该还有一些库存可以播，我没有，我不敢试那个造型，对，我不敢试那个造型。哒哒哒哒，你觉得很潮？是蛮潮的啊，我觉得就是会剪那种头发的人，感觉就是那种很有个性的酷酷的女生。但是我妹不是那种，我妹不是这种女生啊，我妹不是酷酷的女生，她怎么会剪这种酷酷的发型呢？很敢尝试，对啊，他很敢的、欸。要是我一定不敢。在业配我就买一次。我今天有拍发现实动态业配啊，我今天有发现实动态业配。不行啊，我没有那套衣服的库存了，我只剩几张照片可以用。对啊，剩下的都在深写真理了，像外国名模。对啊，我就说那种感觉是那种很潮很酷的人才会用的发型，他感觉不是那种人，对。不剪头发比较可爱。不剪头发是指什么样的？要慢慢的用。你说我的照片吗？要慢慢的用。对啊，我最后一次宣传应该是22号吧，如果我记得的话。对，我已经今天有po业配啊，我今天有po现实动态耶。蓝发蓝什么颜色？决定了吗？还没决定哎、欸。Hello 小明，我还没决定。Hello 林果果，还没决定。森姐是不是快没库存？对啊，森姐应该快没库存了。森姐，不会啦，已经微解封啦，已经微解封了。之后要开始录影跟一些工作，会开始恢慢慢恢复正常。对啊。赞哦，吐司吐司。对，而且你们知道，就是接下来就是要录影什么的，都要先那个快筛，就是政府规定要先快筛。我觉得好可怕哦，我要自己帮自己快筛，我要自己捅自己的鼻子，好可怕，我没有勇气捅进去。但是还不能公演，公演应该没那么快啊，公演毕竟就是这种就是比较群聚的场所，就是比较难。对啊，不然就要叫我妈帮我用。可是我觉得我妈帮我用，我还不如自己用，我妈一定会捅不进去。对，有观众还不行。对对啊，我觉得好可怕哦，我不敢捅，叫我妹帮我捅。我总觉得就是有医生或是护士捅比较怎么说，比较不害怕。自己用可以拿捏力道，那我还是自己用好了。要你回来，只是要我把回忆分开，除了你之外。哎，这没有歌词。
一边弄一边跟旁边的人聊天，这样子，这样感觉就是我心情还比较放松哎、欸。你捅过一次超痛，真的假的？我好紧张哦，我到时候一定会捅鼻子。Hello 瑞瑞瑞，因为差不多解封之后开始录影，然后录影前要快筛，好可怕啊！不行啊，不能拍捅鼻子啊，因为一定要先捅完鼻子之后才可以聚集，才可以录影。所以录影的时候已经捅完鼻子了，对。然后如果你没，就是谁想要再去被捅一次啊？才不要嘞！很痛，真的假的？完了，我好害怕，我不想捅鼻子，我要做好心理准备，为了录影，为了节目，为了工作，集体快筛。到时候我们工作每个人都要捅鼻子，好可怕啊，不敢想象。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啊，溺水超不舒服、欸、就是有点鼻子呛掉鼻子呛到的感觉吧，鼻子呛到，啊，好可怕、啊、你不再留下我一回的徘徊，我不是只是担忧把回忆翻开、啊、除了你之外的空白，还有谁能来叫我爱。谢谢 Roman 的爱的烟火，谢谢 Jessie 舅舅的掌声鼓励。公演应该还要很久啦，老实说我觉得近期不太可能公演，因为公演就是等于是表演场所嘛，就是如果说都不能内用了，那但是公演不会，对啊，但是我们总不可能戴着口罩公演，对啊，有工作什么都可以。我是猪鼻龟，对，因为我是猪鼻龟。谢谢益生菌的行李箱，谢谢益生菌的行李箱。有也想再往前走。子龙老师哦，子龙老师应该看他吧，应该没有人敢帮他做快筛。对，拜拜，卡不卡？11月才有可能，我也不知道，这个有点，这个要看政府的规定了。对，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回头才发现你不在，留下我迂回的徘徊。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担忧把回忆放开，除了你之外的空白，还有谁能来？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疲惫的声音不是我，不是你想看见的我。我不是一定要你只是当独自走入人海，除了你之外的疲劳，还有谁能叫我勇敢？除了你之外的空白，还有谁能来叫我爱？谢谢齐薇的爱的烟火，
我还没捅鼻子啊，录影前再捅就好了。谢谢洛克的真情告白，谢谢羚羊的掌声鼓励。Hello 佑中，谢谢微尘掌声鼓励，谢谢瑞龙掌声鼓励，谢谢瑞龙的掌声鼓励，谢谢脑公的掌声鼓励，谢谢益生菌的玫瑰，谢谢益生菌的玫瑰。Hello 玄冥，成就版。除了你之外的 Jubia。干嘛？我是 Jubia 五口，概念排名了哦，58分了。好，等等哦，先点一首歌。你啊，就唱这个好了。你送的礼物会不会太特别？念排名。第20名是今天生日的后影，生日快乐，后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19名是 Ben， 18名是吐司吐司，17名是乙山俊，16名是博成，15名是勇哥，14名是果冻九号，13名是奇威，12名是小翔，11名是宗莹，10名是天竺鼠车车，9名是洛克，8名是克里斯，7名是 Jessie 九九，6名是 Ray， 5名是朱莉安，明天生日快乐，4名是。小诗，3名是智，谢谢智。2名是家居，谢谢家居。1名是 Kira， 谢谢 Kira， 谢谢。谢谢 Collins， 继续餐车，看你啊，看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你不用追赶我的新游戏啦，我的那个密室探险，那个探险解谜游戏就是一个杀时间的游戏，对。而且我跟你说，似乎有点圆，什么？我的脸变圆了，真是不敢相信。没有你的错觉，3集又延长，还没有微解封，微延长，对。你送的礼物在此刻好季节，陪我回忆，把过往走一遍，拉着线，面会有污点，就像每段爱总会有终点。皮诺可皮诺雅是微脸圆，微圆，没有啦，很小，你看哇，好小，脸好小哦，遮刘海遮法术，好小，你看，没有啦，哦没有，绑起来就会变，绑起来才变小，我这边的刘海太长了，绑起来就变小了吧。是不是绑起来就变小了？所以呀、啊，收回，脸没有变圆，脸没有变圆呢。你送的礼物会不会太特别？那不安的传言，看见心渐远。习惯到没感觉，难道你则想要我冬天？我是不是很少绑马尾？因为也不是啊，我是会绑马尾啊，只是就是马尾很容易看不到吧，就是。但你们好像蛮喜欢马尾，我其实在家会绑啊，很热的时候，对。真的，你喜欢我绑起来了，那我下次可以考虑绑起来。你们都喜欢马尾是不是？赶快下定深浅，快点下定深浅！谢谢主持主持，你们都很喜欢马尾 ，Ben 也喜欢马尾。谢谢 Frank 的玫瑰哦，包包头自己绑超难的。你送的礼物原来是一场劫。终于分别，宿命已。
是假的可怜，我一如奔驰，像是泪水一如狂飙。邻座同学的鼻子，为什么你邻座同学是长我这样子？邻座同学是长这样，所以你们对邻座同学都有一个那个怎么说美好的形象，你们都有一个 美好的形象。我自己喜欢的，其实我对发型我都喜欢的，我发型我就是好看就好，发型我都喜欢。宝妈也比较年轻，宝妈也比较年轻，你看，所以我的脸没有变圆吧？那是错觉，微错觉，微错觉，我脸还是尖的，是不是？有没有？有没有？我脸还是尖的。你到意大利面店离我还多远？还很远很远很远。我知道只绑猫，不会啊，我不常，我不太常绑猫，就是我。应该是说我觉得马尾是一个看似简单的发型，可是要收得很好看蛮难的，就是因为头发很容易毛嘛，所以你绑马尾其实有时候不容易，就是我说脸圆是错觉，其实不容易收的，自己绑其实很容易收得很乱，收得不干净。对啊，双马尾已经很久没绑双马尾。好，今天终于可以洗头了，耶、yeah! ！我解封了，我解封头发，头发解封，头发的微解封，哦，不是大解封，头发解封，我的头发解封了，可以洗头了，开心。好啦，对啊，我鬓毛太不听话，没错，我就是会掉来掉去，真的。头解封，我头发解封，发解封。哦，对，太常绑马尾，发际线也会越来越高，或者是你太常绑马尾，这边就会没有头发，像我现在这样，没有头发，因为你会这样子抓着，就是你会这样抓着你的头发，对，所以其实不太好。我现在发香，我跟你说，我现在头发还是香的，我跟你说，我现在头发是那个美容，就是洗发，就是你去那个叫什么，你去那个。叫什么？你去哇！我想不到那个词哎。你去发型店，突然发廊，你去发廊，怎么卡那么久？你去发廊，你去发廊常闻到的味道，真的啦，真的是发廊的那个药水味，就是发廊就是药水味啊，就是那个烫离子烫的药水味。真的不相信啊！不相信我就去洗头，我要去洗头了啦！真的，我要去洗头了。真的，真的，就是那种药水味，就是你烫头发的药水味。真的，你们不相信我就算了，我要去洗澡了，再见，拜拜，大家晚拜拜，我要去洗澡了。Hello， 主心当，我要去洗澡了，大家拜拜，你们不相信就算了。晚安 Ben， 晚安 Nail， 你们这些人，羚羊晚安，小明晚安 ，Cake 晚安。对，我今天可以洗头了，开心。流星满天晚安，吕冠晚安，微雨晚安，猴子晚安。什么饭圈顶点理解？他有想要吗？吐司晚安，流星满天拜拜，思源晚安 ，Ogo 晚安，微雨晚安，福福猫拜拜，土豆拜拜，七七八八拜拜，俊宇晚安，丁毛晚安，回回晚安 ，Kevin 晚安。林恩晚安。不会，因为我没有出门，所以我根本不用盖过什么味道。钟颖晚安。但如果平常有出去外面工作然后没洗头，我就会喷香水。对，晚安加蛋，晚安少凯，晚安威臣，晚安豪雄，晚安博成，晚安杨公公，晚安回回，晚安杰西，晚安 Eric， 晚安希美吉，晚安宗颖，晚安上汉，晚安果冻九号，晚安博成，晚安瑞荣，晚安卫星一子，晚安安，晚安吐司，晚安秀，晚安小黑黑，晚安傍晚，晚安博成，晚安林安，晚安一头猫，晚安默默，晚安杨公公。烫头发要3000呢，3000找2块钱，因为我还做了那个护发。
对啊，我想说发质那么糟，一定要护发一下。护发超贵，我跟你们说，护发真的很贵，护发就要护发要1000块吧，护发1000块，烫发2000块，对，三件有找。晚安，晚安，找2元，拜拜，谢谢 Oco， 晚安 ，Kira 晚安，一姐晚安 ，Ben 晚安，奇威晚安 ，Andy 安晚安，秘书晚安，瑞荣晚安，流星麻将晚安，图书馆，对呀、啊，我跟你说，弄头发真的很贵，申请抓猴国经费了啦。洛克晚安 ，Oco 晚安 ，Steven 晚安 ，Frank 晚安。对啊，我没有懒，懒会比较贵一点。晚安玉，晚安智，晚安，谢谢谢谢智的真情告白，晚安 Oco， 晚安大同边，晚安飞镖，晚安数学课本，晚安柠檬，晚安晚安喂鱼，晚安钱就来了，我期待哦，期待钱进来，钱进诗雅。晚安林阳，晚安博成，晚安惊喜九九，晚安瑞，礼拜四见，晚安小梁，晚安 Alex Lee， 晚安。我多久没洗？我3天没洗头啊。那个设计师叫我3天不要洗头。Chubia Oco 晚安，晚安吐司吐司，晚安博成，晚安主心男 ，Hope see you soon。为什么突然绕英文？晚安 Oco， 晚安小猪耳朵，拜拜，大家晚安，我要去洗头了，晚安。礼拜四见，拜拜。克里斯，拜拜。猴子，拜拜。拜拜，一人君晚安，七位晚安，小叶晚安，家居晚安，家居晚安，一姐晚安，瑞瑞瑞晚安，数学课本晚安，拜拜。Jessie 九九拜拜，袁凯晚安，林阳拜拜，拜拜。谢谢吐司吐司，仙鱼晚安，晚安瑞，晚安益生菌，晚安玄米，玄米礼拜四见，辉仔拜拜，博成拜拜，杨梦拜拜，大家拜拜。